好，我们接下来用撞球的发力方式来表示一下这个挣脱，然后我们利用这个挣脱啊，也可以拿来按摩。然后我们武术的发力方式也是有这个发力方式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呢叫做推杆，推杆呢就是这样子推过去。好，我们这样子打下去。它正波就会这样子扩散出去，所以它就会散开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叫做拉杆，我们要让正波来回震动。我做夸张一点，所以它正波就会这样子来回震动。那如果呢，普通的武术要打人，其实我们会变定杆。因为定杆的伤害力大，而且很容易淤血，而且痛感很多。然后定杆就是这样，打下去就定住。如果你要帮人家按摩，当然就是小力一点；如果你要伤害人，就是大力一点。那所以说呢，你看哦，如果是这样子大力打下去，它其实会往后退，因为它的震波是这样子推出去的散开。所以推杆打人的话，人会往后推出去。那如果你是这样来回的，这样子的意义其实我觉得不大。所以如果你要打的话，用定杆。